在家里最能让宝宝尽情释放音乐热情的地方就是浴室。Let it go, let it go。哇，瞧他紧闭双眼，动情歌唱，沉醉其中，无法自拔。但是，如果他发现这个镜头早已对准了他，他会有怎样的反应呢？哎，有人！哎呀妈呀！眼睛一闭一睁，我的音乐世界就崩塌了。情歌王子张信哲的一首《过火》，婉转动人，清澈透亮。然而，摇滚版的《过火》，你听过吗？怎么忍心让你说怎么让我感觉这样过火？你怎么样都靠近我怎么样嚣张吗？结果跟你这样过了让你怎么样都靠近我。宝宝，你这唱的不是过火，是上火吧？